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24号，星期四。金砖峰会在南非召开，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中共跟俄罗斯认为呢，金砖峰会是跟西方对立的一个峰会，其实内部起了很多冲突。那么首先呢，在细节上，印度总理穆迪跟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发生了冲突，那就是到达的时候，但是印度总理莫迪呢一度拒绝下飞机，因为发现这个南非呢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不平等。比如说习近平到达的时候，南非的总统、外交部长各部部长都去迎接，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到达的时候呢，是发现只有部长级的内阁部长来迎接，说穆迪呢就拒绝下飞机，说这个礼仪不对等。其实这里面有个差距，就是中共这边呢是他还安排了一个所谓国事访问，而习近平呢历来是要求别人是要总统到机场迎接，尤其是到非洲国家，但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呢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觉得尊重对方的礼宾规格。通常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元首到访的话，一般派个部长级的去迎接就可以了，然后呢到才有这个国家元首的正式欢迎，三军仪仗队、红地毯，还有迷你炮21响等。但习近平要求多，加上一个安排一个访问，所以说呢南非做了这样的安排。印度总理穆迪拒绝下飞机，以至于呢南非总统马福萨临时就把派了一个副总统，这个副总统正在参加所以一个大厦里边欢迎习近平的一个仪式，这个副总统临时离场前往机场迎接印度总理穆迪，穆迪呢这才勉强下了飞机。那么这里面还有差别，就是这个说中共呢是对金砖峰会开会呢出了很多的钱，远多于印度，是拿金钱收买非洲国家，所以呢说是这样的话呢，也是这个南非总统马福萨给了习近平不一样的待遇。但关键还在于习近平本人的要求，因为习近平凡是出访像中东、中亚、中东这些国家，他虽然对美欧国家不敢这样要求，要求人家的什么总统啊、总理到机场来欢迎，人家也不会答应，但是呢他对中东、中亚和非洲国家的要求呢，对方被迫答应，也往往是以经济援助啊、什么经济协议为要挟。比如说前些年习近平去津巴布韦访问，津巴布韦当时还是执政了30年的独裁者穆加贝当政，当时穆加贝已经90多岁的高龄，还被迫顶着烈日啊，顶着大太阳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因为穆加贝和津巴布韦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有什么援助啊、经济订单等等。说这样习近平到南非去访问，提出这样的要求毫不奇怪，一方面是对觉得把非洲这些国家不当一回事，另一方面呢想给自己争面子，大国外交有个大国的气派啊，要对方的国家元首到机场去欢迎他，然后回到国内啊好进行大量的大肆的宣传。
所以这就发生了一个印度总理莫迪拒下飞机的这个情节。那这个情节发生之后，其实呢，莫迪跟习近平之间就本来就有很大的心结，中印冲突，那心结就更大了，在这个峰会上很少互动。接下来在这个南非金砖峰会上的宏观上分歧很大，中共和俄罗斯主张呢要扩大金砖峰会，尽管邀请了很多其他国家去列席，但是要求扩大成员国，但是印度和巴西都拒绝。金砖峰会由五个发展中的大国组成，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那巴西和印度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印度反对扩大成员，是说怕这个峰会被中共所主导，北京所主导，说不情愿。那巴西拒绝的原因是说，如果是扩大金砖峰会的话，就会疏远跟西方的关系，跟西方形成裂痕，说巴西不愿意。所以由于这个印度和巴西的抵制啊，所以想扩大金砖峰会成员国呢计划受挫。而这回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到场，只是派了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表他到场而已。也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共想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或者反西方，结果是以失败告终。金砖峰会开完了之后，各自表达各自的立场就回家。中共虽然是出钱的大家，也就是当那个冤大头而已。这次冲突除了莫迪跟习近平之间从宏观到具体的冲突之外，那么其中很多的插曲，特别是关于习近平的插曲啊，那是现在是视频疯传了。比如说这个习近平的随从被南非的保安挡在门外，强力的挡在门外，他挣扎着想往里面冲，但是那个保安就身高力大，挡在外面，还有其他保安把他拖走，然后大门在习近平身后关上。那这个视频从不同角度拍了习近平的表情，从大门那个地方一个角度，后来习近平走到前台这方角度，各种角度展示了这个当时的场面，让习近平方面非常的尴尬和错愕。习近平听到门后面轰的一关，他觉得有人要进来，那是他的翻译官，那个矮子戴眼镜的又矮又秃的啊，为了这个武大郎开店越矮越好，说选了这么个翻译，说那个人叫孙宁，挣扎着想进去，结果进不去，被南非的保安挡在了外面。习近平回头看了一下门，往前走，或者说不安的又转头一次，然后神色不安，结果最后连一个英文中最基本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说，比如说你说个 good morning 啊，或者是 how are you 都可以。结果他见到南非总统马福萨，马上就说了个早上好，但是翻译并不在身边，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这个这是应该是第三天峰会的情景，现在这个视频呢是发酵。另外一个国际上议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峰会的第二天消失。说消失之后，国际上呢很多国家觉得很震动很惊动，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很多国际媒体都是头版头条说习近平消失，甚至把这个消失跟秦刚的消失相提并论，说中国都是黑箱子，不做任何的解释。他们这么看重那个峰会，有投资这么巨大，有飞越地球大半个，居然呢峰会没有出现。说峰会前他出场了，有什么授勋啊，正式的访问啊，峰会后据说晚会或者其他会出席了，比如第二天这个他的随从被挡在外面这个镜头啊，他出现了。但是峰会的第二天那个重头戏为什么他没有出席，这是国际社会纷纷猜测。国际社会的猜测跟我的猜测也都大致差不多，所以一个就是健康原因，一个就是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使他不能够出席。说中国国内究竟发生什么大事紧急事，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健康问题是外界关注很多的，认为呢，比如说习近平重病躺倒了，实在不能出席，就有商务部长王文涛代他宣读，而且对习近平呢，有随队的医生或者南非的医生对他进行了救治或者抢救，然后是救过来之后，那都是整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勉强能够出席晚宴，而且晚宴呢不需要讲什么话，只要你出场一下，有个相片有个视频，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不过关于这个晚宴，我说过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什么相片，也没有看到什么视频，只是看到第二天习近平再次出现的时候，这个南非的保安跟他的随从发生冲突的情景，这个也是在不仅在国际上疯传了，在中文的媒体上也是疯传，说这回是这回南非这个峰会啊，按照这个中国网民的说法又开砸了，说不愧是总砸锅师啊，又给砸了一回。等于说一个金砖峰会今年就出国两次，一次出国是俄罗斯三月份，一次出国就是这个金砖峰会，要没这个峰会还没有出国的理由，就好不容易出了一次国，结果这个会还开砸了，开的就是
可以说传言四起，猜测四起。现在对习近平的健康，对中国国内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在国际上可以说议论纷纷啊，不能平息。而中国方面的掩盖也可以说欲盖弥彰，非常的拙劣。除了头两天党媒党报的报道，报道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致辞的时候，没有说是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读，就说是习近平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掩护。另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播他的讲话的时候，用主持人读了五分钟习近平讲话的内容，然后没有任何的图像视频，就蒙混过关，蒙混中国人民，对国内进行欺骗，以为习近平出席了这个峰会，发表了讲话，说是那个关于这个峰会，中共在国内大肆宣传，有画面有视频，恰恰习近平缺席了一场，没画面没视频，恐怕连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所以然，就在那里读稿。然后华春莹更是欲盖弥彰，假装发了个推特说习近平出席峰会并发表讲话，结果呢故意选了个远镜头，从大会场的最后方靠墙根拍到，是观众出席者主席台根本看不清，说这个让外界更加议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掩盖，为什么不如实说穿。结果第二天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出场，那就更糟了。汪文斌两段讲话让外界可以说是听起来都炸了锅。第一次问他为什么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消失没有出现，结果他不仅是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是谈了一个不相关的话题。他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就把习近平的话读了一段，然后当第二次又有记者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居然说我刚才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我们相信这次金砖峰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风马牛不相及，连以前像秦刚失踪他还说过，或者我不掌握这方面的情况，或者说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是其他机构去回答等等，这些话都没说，就说明了心虚到极点，做重大的掩盖，就说明这里面呢有很大的名堂，是欲盖弥彰，然后此地无银三百两。究竟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到华春莹到汪文斌，究竟在掩盖什么，恐怕中共内部有非常大的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暴雷，所以说可能迟早会有一个暴雷性的现象出现。说这是关于这场金砖峰会啊，可以说余波荡漾啊。现在峰会在24号要结束，那么在结束的最后一天，或者习近平返程的时候，如果发生其他插曲啊，毫不奇怪。另外一个国际上重大的新闻，头版头条就是关于俄罗斯反叛组织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有的翻译成普里戈人，那么他的生死这个情况，因为8月23号坠机，机上10个人有他在内，那么全部呢这个坠毁之后呢是现在十个遗体都找到了，但没有说是谁是普里戈金，但是俄罗斯方面传出的信息是暗示了普里戈金是10个遗体之一，就他死了。但是关于普里戈金这件事情，俄罗斯国内外面有不同的说法，在但美国总统的说法，拜登就说这很显然啊，是普京在背后，而且说了早就说过普里戈金你要小心，你的食物会不会中毒，或者你坐飞机会不会出事等等，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普遍的认为都是普京在背后搞鬼。但是在俄罗斯的国内呢有不同的说法。首先关于这个飞机的坠毁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导弹打落，是包括境外还有瓦格纳团体认为有导弹打落，说这个飞机上出现的弹孔是导弹击落的表现，是等他是飞机上空之后普京下令的打落。而这个飞机出事的时候，普京在出席一场音乐会，仿佛是一种庆祝事先的安排，可以说得意忘形，兴高采烈。另外呢一个说法就是内部的炸弹
炸毁了这个飞机，因为就说飞机刚要起飞前，突然运了一箱昂贵的葡萄酒运上了飞机，说这个炸弹就藏在葡萄酒里面，也就是说可能是普京假装以送礼为名，或者普京政府送啊这个普里戈金喜欢的葡萄酒，那么炸弹就埋在里面。等飞机升空之后，这个炸弹是定时炸弹或者遥控引爆，这个飞机被爆炸。这个飞机啊，这个私人飞机在飞到先是10000多尺高空的时候，说不到半小时出现了不稳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后来是急剧的下降，出现了问题，急剧下降之后呢是每分钟下降2000多尺，一下子8000多尺下来了，那么可想而知里面的人不要说是爆炸，震可能到震十几个，最后就轰然一声爆炸坠毁。但是当地的居民都听见两声巨响，认为是两枚导弹击中了飞机，说发出了最后发出了白蒸汽的白色的蒸汽在天空中。说光这个飞机失事啊，至少就有两种说法。但如果说是技术原因失事，那是可能莫斯科当局将来要说的事情，要另外做解释。可能是普京当局说成是飞机就是技术性的失事啊，找一些什么加油不足啊等等。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可以说议论纷纷啊。各大媒体啊，这个其中俄罗斯就开始散布另外三种说法了。一种说法说是普里戈金自导自演，说是假期行动。为什么呢？说普里戈金之前就说过他可能在飞机中失事，或者说是有这个传言他在一场飞机事故中死亡，说这次这个可能是普里戈金自导自演，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导演的，说美国制造了这个事情，让这个格里格尼的飞机啊炸毁，然后呢说是俄罗斯国内起冲突，这个说法没人相信，是俄罗斯方面故意散布的。还有甚至还散布了一个说法，说是乌克兰方面所为，因为乌克兰方面在警告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现在把8月24号定为他的这个胜利日，就是原来是二战的时候，然后已经是入侵一年半俄罗斯，但是这个格伦斯基总统就警告普京和俄罗斯必须在8月24号撤军并做出巨额补偿，否则的话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反攻，这个时候呢甚至攻击莫斯科。这个时候在8月23号的时候发生了普里戈金的飞机坠毁，这个事件呢机毁人亡。那么俄罗斯方面就散布一种说法，暗示说是乌克兰所干的，目的是为了激起什么俄罗斯国内怎么怎么样，这些说法都很勉强，都是俄罗斯特工所散布的。在瓦格纳方面，瓦格纳方面可以说这次如果普里戈金死了损失惨重，因为这个不仅他在飞机上，而且呢另外一个叫乌特金也在飞机上。乌特金是瓦格纳的二号人物，说是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上次领导6000人进军莫斯科，就他在前面领导进军莫斯科，后来被普里戈金叫停，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忽悠之后，忽悠10个小时电话之后叫停。那么这个乌特金这次也在飞机上，他也遇难身亡。如果这两个人都身亡的话，瓦格纳是受重创。但是现在瓦格纳扬言，瓦格纳剩下的还有很多高级军官，他还有20000的兵力，据说是驻扎在白俄罗斯或者是这一类的地方。他们说如果消息被证实属实的话，就是普里戈金死亡，那他们要报复，说不排除第二次进军莫斯科，不排除占领克里姆林宫，甚至喊话，向克里姆林宫喊话，向普京政权说普里戈金最好还活着，这样对你们比较有利，就暗示了如果他真死了的话，你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还有个神奇的说法传出来，这个说法可能性比较小，说是普里戈金没死，他活着，说他临时呢，因为当时有两架飞机起飞，两架私人飞机，一个私人飞机载着10个人，就帮着普里戈金乌特金他们，说另外还有一个私人飞机半飞，也是属于普里戈金和瓦格纳军团的。那么说是当时这个一个飞机在空中爆炸坠机之后呢，另外一个飞机立即返航回到了莫斯科。那有一个说法说普里戈金实际上坐了另外一个飞机当即返航回到了莫斯科，说他事先知道了这个爆炸阴谋，这个说法现在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只是在互联网上网络上神传的一个说法，说好像普里戈金没死，没死的话他可能如果能回到瓦格纳，他叫领导这个再次进军莫斯科，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10个遗体都找到，而莫斯科方面强烈暗示普里戈金就在里面。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瓦格纳军团的秘密，他有20000生力军，有重武器，
他会怎么样？一个说法就是他可能被普京收编，因为他的第一号人物普里戈金坠机身亡，第二号人物乌特金也坠机身亡，那么剩下的人有可能被普京用各种方式收编瓦解等等，这是一种说法。但另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可能是要反叛，要起义，重新攻打莫斯科，因为它里边是一个是由退伍军人组成，还有国际雇佣军组成，还有就是狱中的犯人组成，所以都很比凶斗狠，都是那个英勇善战，所以有可能是对莫斯科或者俄罗斯带来新的威胁，说普京还不要高兴的太早。另外还有一个分析应该不要忽视的，就是瓦格纳军团本身的作用。瓦格纳军团呢，它是俄罗斯派出的正规军，打不了胜仗，就瓦格纳军团是少数能打胜仗的军队。这个在巴赫姆特把乌军搞得很惨的，就是这个瓦格纳军团，就是普里戈金所领导的，说是能够死战苦战占领巴赫姆特，最后他们换下来之后，俄军就守不住巴赫姆特了。那么如果说从一个战略上来讲，如果瓦格纳军团这个首领坠机身亡，然后因此瓦解的话，反而呢解除了乌克兰一个威胁，因为瓦格纳军团从乌克兰撤到俄罗斯境内，停止政变之后，停止进攻莫斯科，又转到了白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当时乌克兰和波兰两国都紧张，认为瓦格纳的存在对他们是一个威胁。如果说从白俄罗斯进军的话，白俄罗斯军队加上瓦格纳军团会对北线乌克兰的北线形成威胁，同时波兰也紧张，立即征兵到边界跟白俄罗斯对峙。如果瓦格纳军团参加白俄罗斯军队去跟波兰作战，对波兰也是可以说重大的影响。而普京扬言，莫斯科的人扬言说，如果打下乌克兰，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用波兰呢支持了乌克兰。现在瓦格纳集团如果说从此瓦解消失的话呢，那他就有利有弊。有弊端的一面就是在俄罗斯内部消除了一个反对普京的重要的军事武装，但是有利的一面就是也恐怕解除了对乌克兰和波兰的威胁，说很难讲这件事情的最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那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之中，那么这个说各国政府都表了态，包括英国，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加拿大，各国政府都发表了声明，还有波兰也发表了声明，有的是认为是普京在背后，有认为这个事情有重大的阴谋。而波兰发表的声明呢，就是说普京想在明年选举前是恐吓国内的精英，又对一个另外一个反对派人物本来判4年，加重刑期判19年，那么现在就把普里戈金铲除，是为了普京进一步独裁铺平道路，各国都表达了忧虑和谴责。但是呢，中国政府呢对此保持沉默，没有说一句话。那么但是中国的网民都非常热烈，把这件事比为林彪事件，说俄罗斯的林彪事件，因为很明显说当时的林彪就是跟毛泽东对起来了，后来林彪并没有出逃的计划，也没有说是有其他的计划，他的儿子曾经有林立果有一个武装起义计划，叫571工程，要刺杀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设谋呢，却把林彪逼上天之后，关闭机场，关闭雷达，使他无路可走，本来去广州，他的大本营广州军区，结果呢被迫向北飞，最后坠机在温都尔汗。那这回普里戈金坠机身亡的事情，让中国网民就想起这是林彪事件第二，是俄罗斯版本的林彪事件。那这个林彪事件对中国历史、中国当代史重大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受林彪事件的打击之后，当场病倒昏厥3天，几乎是抢救才救了过来，然后说周恩来还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还大权在握啊，什么意思，不要担心等等。而周恩来身边的一些人也暗示周恩来趁这个机会应该把毛泽东要他的命，夺他的命，结果毛泽东后来健康每况愈下，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挣扎了几年，毛泽东就去上西天了。那这回这个普里戈金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如果是俄罗斯版的林彪事件，那么也将恐怕不仅是非常震动震撼，而恐怕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走向、俄罗斯的历史，甚至外界有评价说俄罗斯的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都有可能发生分裂。究竟后续效应是什么，普里戈金的最后鉴定结果是什么呢，还要有待下文分解。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